主料木耳菜250克，大蒜40克，辅料油精盐3克，白酒1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原料，木耳菜用盐水浸泡洗净，包一头蒜40克左右，蒜芥末。锅烧热后，倒入25克植物油，炒香大蒜末，加入木耳菜，烹入10克左右的白酒，白酒可以增加此菜的香气。木耳菜一变色变软，立刻加盐少许炒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家里燃气灶火力不足，在倒油之前可以把锅烧得很热，这样炒菜才会有锅气，出来的菜才会保证鲜嫩的口感。此法适用于爆炒大部分绿色蔬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